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同修，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我们提到泛爱众的部分，刚刚也提到了，人不安，物化扰，所以要观察一下啊，当对方啊心情不是很稳定，我们也不要多所打扰。那家里的人又这么样的亲密啊，那又如何呢？能表达我们对他的关心，这个也很重要。因为现在自杀率啊太高了，假如他情绪很不好，一时间观念转不过来，有没有可能出现危险？还是有可能。所以适当的关怀啊一定要做。因为当一个人心中啊感受到身旁人在爱护他，在关心他，他就不容易啊走上绝路。所以当我们的亲人情绪很不好的时候，我们呢可以倒一杯温开水，然后呢走到他面前呢，放在他的桌上，但是啊眼睛不要看他，因为你一看他，他可能说有什么好看的，情绪不好嘛，你就呢恭恭敬敬的帮他倒一杯水，然后不要看他呢，赶快离开，让他了解到只要你想说说话，我随时都在，让他觉得虽然啊很失望，但是呢家里还有这么好的兄弟，这么好的亲人，他可能等他情绪比较稳定之后啊，就会啊找你说说话，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好好啊给他一些引导了。所以我们时时啊在这进退当中也去感受到怎么样做啊他比较能够接受。好，不要他情绪不好的时候呢你马上就说来啦跟我讲啦什么事啦，那对方又不想讲，你又一直逼着他讲，到时候也会可能会出现一些摩擦了。好，那我们接着看下一句经文，一起念一下，预备起。人有短切莫揭，人有思切莫说，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失勉，扬人恶即是恶，即之甚或且作，善相劝得皆见，过不归道两亏。诸位同修啊，我们一起学习到现在啊，有没有感受到讲话重不重要啊？真的是快要三分之一啊都在学习讲话的态度，讲话的分寸。所以我们也了解到为什么无量寿经提到了善护口业不积他过，所以一个人德行啊要能够增长啊，首先必须啊把嘴巴管好，必须了解讲话的分寸。所以我们也提到了讲话一定是要对他人有帮助的时候再讲，不然呢、其他的时间呢、最好是拿来干什么？拿来学习，拿来念佛。对呀、因为这一生这么好的机会能够闻到念佛法门，应该抱持着要把多结生死根，直拼此生呢、做呆汉，要抓住这个能够往生成佛的机缘，赶快啊有机会就念佛。所以这几天我跟一些法师啊在一起的时候，看到诸位法师呢手上都一直拿着念珠，只要没事呢他们都一直在念佛，给我们很好的榜样，确确实实、要抓住。但是啊我们也要保持着
进来不拒，进去不留的态度。当别人真正走向我们身边来，真的有需要，我们给他一些开导，那也绝对啊要尽心尽力。有一天早上，我接到一通电话，是我一个朋友啊，他打来，他提到啊，他先生呢有诸多的不适，一边讲啊，一边掉眼泪。当他抱怨完以后啊，我接着就跟他说了，我说做人啊，不管别人对不对啊，自己要先做对。所以你现在说先生诸多不是啊，请问啊，我们自己做好了没有？我们孩子照顾好没？我们公公婆婆啊侍奉好了没有？那这么一讲啊，他就情绪上啊缓和下来。我接着说啊，假如我们自己本分都没有做好，那哪有资格去说先生？那我们呢，就是跟他一样的境界，一般见识而已。所以因为他的孩子啊才一岁啊，所以我鼓励他要好好先把自己做好，不要在情绪上打转，这样只会越来越糟。当我把话讲完了，他就说了，他说蔡老师，你怎么跟我其他女朋友讲的都不一样？因为他已经先找啊几个女朋友打过电话了，问说我先生这样怎么办，他们都回答非常的时候，要有非常的手段。但是人很奇怪啊，他要问问题都找谁问？人都会找谁问问题？都会找那一些可能会认同他想法的人，有没有这个倾向？其实人心里都明白什么才是对，但是又很怕去面对那个对。常常那一些会对他直言不讳的人，他都不敢去问，都去问那些会顺应他的说法的人。那这样啊，对自己啊不见得有帮助了。所以呢，我们给人家建议啊要谨慎。假如随顺别人的情绪化，给人家说那你就把你老公休了吧，到时候他真的离婚又反悔了，他找谁啊？找谁啊？就找你啊，一辈子都不放过你啦。所以俗语说啊，宁拆十座桥啊，不破一桩婚啊。你破了婚姻啊，还会影响他的子女啊，这个影响面很大的。所以言语要谨慎，不要随便给人家出意见。那诸位同学，你不要听完以后呢，以后朋友问你什么，你都三缄其口。蔡老师说不能给人家意见。好，学习不要太过，也不要不急。最重要的是啊，我们建议别人啊抓一个核心，让他能够找到自己的过失，让他能时时反省。当你是这样引导的时候，他的理智就提起来，而只有理智，只有德行啊，才能转境界啊。情绪的安慰能不能转境界？绝对不可能。所以很多说心理治疗效果啊相当有限，唯有人提起理智啊，用德才能够转化。所以我们时时引导的时候，是告诉他先看到自己的本分，当他把心神啊放在这里啊，他会成长，他也会改变。当他修身啊，自然家庭就会转化，会迈向齐家的道路上。好，那人有短切莫揭，人有失切莫说，
团体当中啊，最重要要以和为贵，所以也要引恶扬善，让团体啊是一个非常向善和谐的风气。当我们在背后啊讲人家的坏话，当对方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的感受怎么样？很可能几年的交情都会啊付之一炬。所以言语啊要谨慎。所以俗话说啊，背后之意，受害者常若刻骨，就是我们在背后啊议论一个人的是是非非啊，当他知道的时候，就好像拿着刀怎么样在磕他的心一样，所以会让他终身不忘。所以很多朋友之间交情为什么会撕裂了，大半是什么过失啊？言语过失。好，那当别人来谈说某某人啊说你哪里不好，那你应该怎么样？一般人呢，假如听到说，哎，我听说哈，哪一个人说你怎么样呢？我们的耳朵马上怎么样？竖起来，谁说的？来来来，讲给我听。当我们是这样的时候啊，很多谗言很容易就入侵了。所以，当我们听到某一个人提到说，其他人啊在议论我们哪里不好，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应该回应啊，是我做的不好，才让他不高兴。我应该啊，再好好修学，好好提升。那这个进谗言的人就怎么样？无计啊，可施嘛。所以人啊，心胸一扩大，纵使有这些谗言出现啊，我们也可以把它包容掉，把它消灭掉。好，那下一句啊，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施勉。所以其实我们从这几句经文啊，我们自己去感受一下，当我们听到的是别人的不好，当时候你的情绪怎么样？好不好受？好不好受啊？不好受。那个时候细胞啊，那个水结晶啊会不好。当时一个人在口吐莲花，在赞叹别人，那时候的气氛啊，我们的水结晶啊就会很健康。那在家庭里面啊，也要常常道人善。比方说今天你的婆婆帮你做了一些事情，你就可以呢在家人的面前，甚至于在你朋友的面前，你就说，哎呀，我这个婆婆啊帮我很多忙，还帮我做很多事情。当你这么一讲啊，婆婆会怎么样？心生欢喜。那你好话一句啊，那婆婆怎么样？也很愿意做。所以不要吝啬称赞，而且这个称赞哦，也不能存心就是要别人来帮你做事哦，是要发自内心啊的一种感谢。那古代也说啊，从古至今啊，婆媳问题啊是很难解的。所以在乾隆有一句对联啊，就提到：愿天下翁姑啊，舍三分爱子爱女之情以爱惜。其实就是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今天我们嫁了女儿，希望她的婆婆怎么对她，也是对她很爱护嘛。所以每一个当婆婆的人，只要能够啊拿三分爱自己女儿的这一种情啊来爱惜，
那这个冲突就怎么样化开了嘛。所以己所不欲啊，勿施于人。而这个婆媳关系能够越来越好，先生也占有很重要的什么角色。所以假如先生常在太太面前告诉他，好，我妈妈说你哪里做得很好，我妈妈说啊，你这个那时候做了哪一些事啊，对她很有帮助，她很感谢你能够在太太面前道这一些善啊，太太也会觉得很窝心。那你在妈妈那一边呢，也要讲说，哦，这个我的这个媳妇啊，常常都说到啊，很感谢母亲，你做了哪一些事，所以我们要做好中间的什么桥梁。很多婆媳问题啊，有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就是当先生的人像木头一样，一动也不动，在那里隔山观火，那就很不应该了啊。所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那我们在团体当中啊，这个道人善也很重要。当我们的同事啊表现得很好，你就可以走过去啊肯定他，他会越来啊越有信心做事。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学校教书，看到一些同事啊已经下班一个多小时了，还在自己的教室在改作业，在准备教书的东西，那我们就会走进去呢，拍拍他的肩膀，然后说道，国家就是有像你们这样的老师，这个教育啊才不会乱掉，我真是啊非常尊重你。他本来已经累得半死了，突然怎么样，哇，抬头挺胸，备受肯定。所以我们不要吝啬啊去称赞赞叹别人，当我们的赞叹啊很真诚的时候，对他来讲啊是莫大的鼓舞。再来，比方说哪一个老师表现得很好，可能校长啊或者领导人啊没有看到，当一个人长期付出啊都没有被人看到啊，他的内心会怎么样，会有失落感。所以我们当同事的，假如刚好有机缘跟校长跟老师谈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一些老师所做的贡献啊要赶快啊给校长知道。那讲了以后呢，我们再回来啊跟这些同事在闲聊当中告诉他，哦，你所做的这些事啊做得很好，我有跟啊校长报告。这个老师也会觉得很安慰，下一次他见到校长的时候，那个距离怎么样就拉得很近了嘛。所以家和万事兴啊，团体只要和气，只要能互相欣赏，绝对啊会非常的团结。所以口吐莲花可以让很多事情啊越来越良性循环。但是我们假如啊都去揭人家的隐私，可能就会有很不好的损坏。所以我们以后啊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啊，就在我们这个嘴巴一念的抉择。所以要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失眠，扬人恶即是恶，即之甚或且作。当我们公然啊讲他人的过失啊，对他来讲啊会很难受，而且啊也会让他在团体当中啊越来越难生存。所以俗话说狗急会怎么样，会跳墙。所以我们很有可能因为言语太刻薄啊而引来
杀身之祸，引来一些祸患啊，都说不定。所以我们要效法上天有好生之德，上天呢，最重要的是和气待人，所以言语上啊，不容讥诮，不容刻薄，最重要要用真诚，要用忠心呢、啊、来说话。好，好，吉之甚，祸且作。在历史上啊，也有很多的故事啊流露出来，因为言语过失啊，而遭到杀身之祸。在魏晋南北朝，在曹操那个时代啊，刚好有一个读书人叫杨修，他口才啊特别好。那曹操啊犯的过失啊，他都会公然给他讲出来，甚至于结果还没出来啊，他都把他算好了。所以曹操对他就非常不满。终于有一次啊，他揭他的疮疤，曹操顺手就怎么样，把他杀了。好，所以我们还是要懂得这个言语的进退分寸。下一句，善相劝，德皆见，过不归，道两亏。那我们要相劝为善，首先也要思考到啊，什么是善？我们要能分别善，才能够取舍如何做。好，诸位同修，什么样的行为啊，才是善的行为？应该从哪一些角度啊，去判断？假如我们判断错了，很可能以善心啊，而行了恶事了。好，那在《了凡四训》当中，对于善的分辨呢、啊，讲得很透彻。其中啊，有提到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阴有阳，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皆当细辨。在这个真假当中，书上也提到，有一群读书人啊，去问中峰和尚，说啊，打人骂人是恶。礼敬人啊，赞叹人是善。中峰和尚怎么回答？未必然也。所以中峰和尚也引导他们呢、啊，要从啊他的存心去观察。假如打人骂人，他的目的啊是要把对方啊唤醒，那他那一份存心啊是善的。这一巴掌下去可以醒，就要打。那诸位同修，这一巴掌打下去不行了，就不能打。好，所以规劝啊，也要建立在足够的信任之上才行。所谓交浅啊，不言深。当交情够了，我们不讲，那也不行。因为可与言而不与之言，那我们就没有尽到啊交做朋友的本分，就对不起他了。那诸位同修啊，你们也不要太紧张，只要啊一味真诚，用真诚心去对待，到时候怎么进怎么退啊，你不会啊偏差太多。那读书人说啊，礼敬人，恭敬人，对人很有礼啊，是善。中峰和尚说：“未必然也。假如他是为了他的功名利禄，
是为了谄媚长官呢、啊，那这也是啊恶。所以从这个事例当中，我们了解到啊，为他人是善，自私自利啊是恶。能够一心为公即是善，念念为私即是恶。所以这个从根本去分别真假，就很容易断绝断定出来。那诸位同修，一个人啊很勤劳是善还是恶？很勤劳是善还是恶？善。好，有一位朋友，一位男士，他在远地工作，回到家里啊很勤劳，马不停蹄，连父母都没去看，赶快去看客户。这样的人你要不要嫁？要不要嫁？很多人说，哇，那个人工作真认真啊，好人。你要看他勤劳的方向跟动机在哪里。假如他一生只为了他的名闻利养，这种勤劳啊也是恶啊，因为他只有名利没有父母。诸位同学，真有这种人。所以我们看人要入目啊三分啊，才能分辨真跟假。好，下面有提到阴阳，这个就比较好了解。行善啊不给人知啊就是阴德，行善呢常常拿出来炫耀、啊、就变阳善，阳善是享世名啊，阴德啊天报之。所以我们也曾经听到有一个学校，他在募款要帮助一些比较贫穷的同学，结果在募款当中啊就有规定，假如学生家庭里面啊捐了500块呢，可以带一朵小黄花，还可以点蜡烛。所以他们在办晚会的时候，就捐款很多的人啊就可以带红花点蜡烛。那到最后，孩子捐款的动机在哪里？在哪？很可能就跑到哪里去了，要可以挂小红花点蜡烛去了。所以有一位家长啊觉得这个做法不是很恰当，所以他花也没带啊，蜡烛也没点。因为假如我们行善的风气啊变成是为了那个名的话，那将给下一代啊很不好的示范。所以纵使学校的做法是比较啊把这个善呢都大肆宣扬，那我们为人父母啊也可以私底下告诉孩子，做这些事啊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不需要啊去大肆宣扬。好，再来，善终啊也有是有非，有端有偏有正，有半有满，有大小有难易。那我们呢可以自己啊好好看一下了凡四训。那我举是非啊再跟大家说明一下。书中也提到，在春秋时候，孔子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子贡，一个是子路。那子贡因为是大商人，所以常常在其他的国家做生意。鲁国有一个法律规定，只要在其他的国家见到自己的国人被卖去当了奴隶啊，你可以把他赎回来。而这个赎金啊
国家会还给你。这样的法律好不好？好不好？非常好，让唤醒每一个国人啊，去爱护，去解救自己的同胞。那子路呢，赎人回到了国内。当官府啊要把赎金拿给他的时候，子路啊并没有接受，没有接受。那一般的人啊，人民就觉得说，哇，子路啊把子贡啊很高尚，不拿赎金。但是子贡走到夫子面前啊，夫子就批评他了，他说，子贡啊，你这样做啊错了，有没有考虑到啊，鲁国人啊都很穷啊，所以当他到其他国家看到自己的国人，他会考量到啊，假如我赎了他回来，我去拿赎金啊，好像就比子贡怎么样矮一截了，好像就比不上啊子贡这么高尚，所以他就会有顾虑啊，因为他拿了好像呢就没有这么高尚，可是他不拿呢，他经济又没有那么好，到时候家里生活啊都有困难。所以当人他在救人当中会有迟疑的时候，就会有不良的影响。比方说100个人救人，其中有一个迟疑啦，刚好就没有把自己的国人赎回来，那这一个人可能又是家庭里面的重要的一家之主，所以一个人没救到啊，很可能又是影响到一个家庭的命运了。所以夫子就说啊，你这么做啊会有不好的流弊产生。那另外子路有一天走在路上，刚好遇到一个人啊溺水了，子路非常有正义感，马上跳下去啊把他救起来。救起来以后，因为溺水的人刚从死里逃生啊，所以他内心非常的感谢，就把家里的牛啊送给子路。子路呢也很高兴啊，就把牛啊牵回去了。那孔子啊就很称赞子路，告诉子路说啊，往后啊鲁国人就会有很多人啊勇于去帮助别人啊解救别人的生命，因为子路的表现啊让人家感受到善有善报，所以一般的人民会觉得子路不受惊比较高尚啊，子贡不受惊比较高尚，子路受牛怎么样好像比较没有那么高尚。但是夫子看事情啊是不看，不只看现前啊，还要看往后的流弊，往后的影响，不看一时啊而要看久远，不看一生啊而要看天下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这个是跟非当中啊也要好好的谨慎的去分辨。从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去理解到，像一些所谓非辞之辞，非礼之礼。非辞之辞就是看起来我们当长辈的对孩子很仁慈，可是假如没有正确的理智跟智慧去教他的话，那可能这个慈心啊就会行了恶事。所谓爱之啊足以害之了。所以我们都可以从这些角度啊，从他往后教了以后会有什么影响啊，来断他到底是是善还是非善。好。
那这个其他的部分呢、啊，我们看《了凡四训》。当我们懂得判断善以后，那我们就要积极啊，去断恶、修善、积功累德。那《了凡四训》也把善啊归纳成十个部分。好，那我们来看看这十个部分呢、啊，应该如何去落实？跟人有关的，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第一个，爱敬存心；第二个，敬重尊长；与人为善。劝人为善，成人之美，救人为己，第一个爱敬存心，其实存心正啊，行为啊一定正。有一个小朋友，有一天刚好啊睡中午睡醒，那另外一个当值日生的小朋友啊，就把他的底下睡的垫子啊抽起来，那刚好他还没有站稳了，这么一抽啊，这个小孩子就倒到一边去了，后来啊头去撞到了墙壁，不算很严重啊，但是也很痛。那老师啊就批评了这个收床垫的小朋友。后来当天下午当天晚上回去，他的母亲啊打了一通电话到幼儿园来，他说孩子啊好像很头痛，不知道啊今天在学校啊有发生什么事。所以老师呢才警觉到说，哦，孩子撞到啊还是有点严重，所以就赶快啊让他母亲啊带去检查一下，结果没什么事。隔天一来，老师就对这个小朋友讲说，你撞了以后头痛啊就一定要告诉老师，不然啊很可能啊很严重啊，没有医治啊，身体会受伤。就这个小朋友啊，就对老师讲，他说：“老师啊，这个小朋友啊，因为呢害我被撞到啊，你们已经啊批评他一次了。假如我要告诉你们说我的头在痛啊，这个小朋友又要怎么样？又要再被批评一次了，可能以后之后啊回家里又要被他妈妈骂。”所以我才不愿意讲。所以一个孩子啊才五六岁啊，他可以做到啊时时啊替人着想。所以当场啊我们这些老师听了、啊、也非常感动。而这个爱跟敬啊，它是一种内化，当他真正时时能够用爱心跟恭敬心啊，那他就会流露在很多的行为当中，甚至于是你没有教他的行为啊，他都会自然的做出来。比方说有一个小朋友对老师啊很恭敬，那刚好老师啊在看讲经，这个小朋友经过的时候啊，他就自然而然把身体啊完全啊低下来，低到呢不会去影响老师的视线，他走过去，我们看了也觉得很安慰。所以因为孩子处处有恭敬啊，他就会去做出啊恭敬的行为出来，不见得你有教他。好，所以这是要时时爱敬存心，而这一份存心啊就是凡圣
之间的差别。所以孟子也提到，君子所以异于仁者，以其存心也。圣凡之间的差距啊，就在那一念存心。孟子接着说啊，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时时都是啊替人着想，时时都是恭敬待人。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而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所以仁慈跟恭敬啊，是能感，所感的境界是什么？是得到众人的爱敬。好，所以我们要跟圣贤人学啊，就从根本的存心跟用心来下手，那速度啊会非常的快。好，第二个，敬重尊长。好，对于家庭当中的父母长辈，我们要恭敬，不可冒犯。那家如是啊，企业团体亦如是。老板上司有什么过失啊，我们不可以以冒犯的态度啊来谏言，这样会让他很难下台阶。所以我们应该啊先多付出，建立足够的信任，再给予一些谏言劝导。等这一些谏言劝导确实让他感受很大的利益，也感受到啊你很有智慧，自然而然对我们所建议的话就会越来越重视。所以凡事啊要能水到渠成才好。那面对国家的领导人，我们也要尊敬，绝对不可以啊毁谤。所以《范王经》里面教导我们，不做国贼，不谤国主。我们要讲领导人做好的地方，让他更了解到哪一些事应该做，而他不好的地方啊，我们不能大肆批评，因为批评到最后啊，会造成整个时局社会的不安，所以要谨慎言语。很多朋友会提到啊，那假如他像纣王一样怎么办？诸位同修怎么办？假如他像纣王一样暴虐无道啊，那迟早会被人民怎么样推翻掉的。水可载舟啊，亦可覆舟。但是我们要了解到啊，古代像汤王革命，商汤是革命最早的，当他要讨伐夏桀以前呢，其实啊，他对夏桀也非常的恭敬。他屡屡劝夏桀啊，夏桀不听。汤王啊，还去找来很有贤德的人，叫伊尹。他去找伊尹的时候啊，拿了很多的金银财宝。伊尹啊，如如不动。等他多次去劝请啊，他的真诚感动了伊尹，所以伊尹他才随他出来。那诸位同修，伊尹是为什么出来？只为了汤王对他的赏识吗？绝对不是这样，是为了能够啊利益天下百姓。而汤王啊，找来伊尹啊，不是去推翻夏桀哦，是把伊尹这么贤德的人介绍给夏桀，介绍了九次。九次下来呢，这个夏桀还是依然啊，荒淫无道。
汤王为了救民于水火才革命，革命的时候啊，还对着天啊做了一个隆重的祭祀，向天啊说道，绝对是啊要为民伐罪。结果当他击败夏桀以后啊，并没有大肆杀戮，还把夏桀他们的后人啊拿了一个封地啊，让他们居住在那里。所以这些圣王他们之所以啊会革命呢、啊，他的动机啊完全都是为了天下人民。那后人有没有学到这个部分？很多啊只为了什么权力，很多都一达到天下就大肆杀戮，那个都不是啊好的做法。好，所以对于国家的领导人，我们应该啊不要批判，不要毁谤，要多啊肯定，希望他能够啊越做越好。那接下来与人为善，人跟人啊一起行善，那一个人行善啊跟一群人行善啊那个感受不一样，气氛啊会带动起来。那我记得我考上师范院校，因为离家里比较远，所以我是坐火车去上学。那坐了火车到学校啊，同学都不在，都还没到。那刚好那一天是暑假结束，那这两个多月啊都没有人来上课，所以每一个书桌上都怎么样，厚厚一层啊灰尘。那我就想到了，假如啊这些女同学走到座位前面，一看到厚厚的一层灰尘，他们会怎么样？会皱起眉头，哇这么脏，还要拿起面纸在那里一边擦一边皱眉头。所以这是一个啊很好修无微不施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让他免除烦恼。我就啊在校园里面呢跑来跑去呢，找到了一块抹布，所以就开始啊把所有的桌子啊板凳呢给它擦干净，而且要擦很快哦，因为呢我怕同学来误会好像我们刻意做给他看，所以赶快擦完。擦完之后呢也很安心啊就坐下来。诸位同修，虽然所有的同学都没看到，请问啊你跟他有没有交流了？有啊，当人一念善心对他人，其实彼此的关系啊已经在建立了。所以那一年下来啊，我跟我们班上所有的同学啊都处得很好，因为我们的态度啊已经决定了彼此的一种感受。那刚好每一次啊我都是比较早到，都是最先到，所以我都会啊把教室后面的垃圾啊把它收拾干净，然后呢拿去丢。差不多做了一段时间呢、啊、有一天我要拿去的时候，我们的同学啊就跑过来，这个事让我们做就好了。所以当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啊，也会让所有的同学啊升起这样的服务他人的心，这样就可以与人为善。好，那刚好我在念师范院校那一段时间呢、啊，有一次上教育哲学，那教育哲学里面啊出了十个题目啊让我们讨论，里面题目还有什么讨论星座啦，讨论一些比方说教育的书籍，艾米尔就有好几个题目让我们讨论，其中有一个题目啊叫做色即是空，空得了吗？这个题目啊没有学佛的人
可能连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一看啊，哇，这个题目呢太难得了，可以跟啊四十几个同学啊谈佛法，这个想求都求不到的事啊，现在已经摆到面前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当仁啊，不让。所以我是五号到八号同一组，结果我们老师就开始抽签。一号什么题？第一组什么题目？结果我就对我旁边这个同学，他是六号，我对他说啊，我们一定抽到啊，色即是空，空得了吗？结果话才讲完啊，我们老师说，第二组色即是空，空得了吗？我那个女同学啊，嘴巴张开啊，吓了一跳。所以诸位同修啊，能感是心啊，所感是境界。所以由于那一个机会啊，我也备了很多的课。好，那一天呢，还西装笔挺啊，谈了一节佛法。后来谈完以后啊，很多同学都跑到前面来，他说啊，哦，我大学时候就学佛了，都好几年了没看佛书了，今天听你这么一讲呢，又生欢喜。我们马上说，你比我幸运那么多，大学就闻佛法了，要好好珍惜，不要错失了这个机会。那因为有这个机会，这个讲佛法的机会啊，很多的同学往后啊，就跟我结了这个法缘。好，所以啊，我们的存心啊，相当重要。再来劝人为善，这个劝啊，可以用嘴巴。一人一时劝人以口啊，百事劝人以书。所以非常多的圣哲跟古师大德啊，是把他人生的智慧啊写了下来。那在成人的世界里面啊，用言语来劝啊并不容易。所以我记得在大学时候啊，我听到一句话说到，人们啊不会听你说什么，人们只会啊看你做什么。所以我为什么要选择教小学？因为小学生哈会听你说什么，大人不会，大人必须用做的才行，要用身去劝。所以晋朝有一个大臣叫管宁，他在治理他的人民的时候，有时候一些耕牛啊杀野了，跑到人家的田地乱踩，被管宁遇到了，管宁就会把这一条牛牵到树荫下，然后在那里等，等这个牛的主人来了，一看到，哇，长官牵着我的牛，这个牛又给人家乱踏，所以当下这个人就会升起啊惭愧之心，那种处罚可能比罚他钱啊怎么样还难受啊。好，那管宁也发觉到啊，他们乡里面这个村落里面啊有一口井，那这些人民啊因为呢要抢着要提井水啊，常常都会啊吵起来，甚至打起架来。他也非常善巧方便啊，自己去买了很多的桶子，然后在很早的时候就自己啊去把井水啊跟一些伙伴啊打上来，等这一些人民啊正快步跑啊要抢着要去打水的时候，突然看到啊他的长官都已经怎么样帮他们打好一些水啊，突然回光返照想到啊自己呢这一段时间啊都是跟人家你争我夺的，都升起啊惭愧之心。所以管宁劝人啊并没有责骂，却是啊用一些做法让人升起啊深深的惭愧。所以我们用身劝啊也能够唤醒
他人的觉悟。好，就有一个女士啊，她的先生啊，吃到不喜欢吃的东西啊，就把它呢吐出来，或者放在一边，她呢也没说话，自己啊就把先生吐出来的东西怎么样，再吃下去。坐久了以后啊，他先生就没有再吐了。这个也是啊，以身劝，以道德啊来感化。好，再来，成人之美。因为啊，在这个时代啊，好事常易败啊，好人啊常得棒，所以我们也要啊成全他人，随份随力去帮忙他。那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边，谢谢大家。